Hello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午安，大家好。午安，午安。终于等到周日了，对呀，很久没有直播的感觉。噔噔，你们昨天，哎，等下再说好了，等下再聊，我先等多一点人，没关系，先吃饱再看我直播也可以的，打字比较慢，没关系。你们有看到什么不一样吗？你们有发现什么不一样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不一样哦，是别的东西。你们寻找一下，看这个，卡丘真厉害，太厉害了，竟然知道背景不一样。其实不是不一样，我在同样的地方直播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我家，只是我家的沙发套换颜色而已。我们家的沙发套换成白色了，还有。整那个抱枕也换颜色了，因为要变夏天了。布丁有来吗？布丁没有来，布丁去参加他跟同学的那个叫什么庆生会了。没有没有，佳玉今天没办法直播，他今天很忙，他今天去参加换季一样。对啊，我们家都会跟着换沙发，就感觉。进家门的那个瞬间就会不太一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换白色的，但是白色沙发有一个坏处，就是你会很怕它脏。我们家才刚换好，然后我就很怕它脏，这样坐在沙发上都要先换过裤子才能坐。Hello， 很难维持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它会维持多久这个白色，不过好漂亮，真的真的很漂亮，而且配上这个抱枕，还有这个，配起来很漂亮。你们看到这个，你要告状，好，告状，开始告状吧，你要告什么状？要告什么状？你要告什么状？怎么还不说呢？我在等你耶，你要告什么状？这要记仇，什么东西？其实我自己也有听说一个，什么哥昨天都不忙，我害我没中哦，我知道，是不是就是佳玉问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布丁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们去 Seven 对吧？听说了什么？就是听说小华哥就是不说出答案，是不是？就是不怎么样都不说出来，对不对？什么电源消失？啊？什么电源消失？我不知道这一段哎。电源消失，什么东西？你们要不要说给我听？我因为手滑歌提示才想起来的。哦，听说那一题没有人答对，是不是？手滑歌为什么你不抢答？还是那不能抢答？是后话哦。记得，对对对对，店员帮我们付八块。我好像也只记到这里耶，还有后面有。哦，是抽签的。哦，你就跟他说呀，然后再把签名偷偷的抢过来。没有啦，没有啊，对，抽签比较公平，真的真的。我上次生日会就不知道要点谁，真的，我也没办法回答，哈哈哈。对，我好坏哟、哦，没有没有，不是这样的，应该说你答对了，然后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耶，跟那个。能协调一下，假如四个一半之类，没有上台哦。大
代表我们之后来生日会之前要先去拜拜，对不对？布丁讲便利商店，对，其实他昨天有先打电话跟我确认我在直播有没有说。对不起啦，我真的不知道该点谁啊，还是抽签的比较好，因为好多大家都举手，我也不知道要点谁。我跟手滑哥求救，他直接跟我说不说，他是不是很坏？是不是？所以不，昨天的生日会很欢乐嘛。我有看那个照片啊，感觉很棒。结果点了一个平衡推，对，我也觉得有点尴尬。我其实看不到，因为我近视，然后我没有戴眼镜，然后我就看不到你们那个就是坐比较后面的举牌，没有很清楚。我就是看颜色啊，我说哎，粉红色，应该是就是上面应该是我吧，然后我就点了。还有0519就不用再靠点，对对对，真的真的，下次就是抽签的，这还不错呀，可以点歌。可以的，你要听什么歌？牧原，我可以放歌哟。你们要点歌的话跟我说就好。我有做，有，我记得上面是写 Annie 对吧？金银色的，亮晶晶的那个 Annie。有一个人的名字很酷哦，他叫做我老公，然后后面写来了。很会取名字哦，很会取名字，这个名字很厉害。这样子在一进来，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说我老公来了？好厉害哦！这礼物留到现在才送，有我有看到你刚刚送，等一下，人气彩虹桥对吧？子萱这周都好吗？很好呀，只是就是。很可怕的生活，每一节课都在考试，真的很可怕。我真的觉得之前的国三生好厉害哦，每节都在考试哎，完全受不了。这个名字很猛的，真的好厉害哦，怎么会取的？那我之后去别人直播就写我老婆，这样是不是就很厉害？剩三周，剩20天。哇，这什么啊？我这哇，好可爱哦，那个。现在有进阶版的。你是瘦很多个吗？他好久哟。哦，好了。人气彩虹桥，好可爱哦，是粉红色的耶。刚刚是不是有人要点歌啊？怎么没有点歌？我老婆子萱，对啊，我之后去别人直播台，我就把我的名字改成我老婆，然后这样之后最后有人说我老婆来了，我也在倒数20天。对，哎，没有，你们是21天对吧？你们应该是21天，因为你们是5月19号跟我们的那个联谊，然后我们是5月18号考会考。我点了啊，坏人，你是这首歌吗？坏人，好哦，我查查看，坏人，真的有这首歌，我没有听过，坏。是很阴暗面吗？皇冠，好，谢谢。前一天就要开始哦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家小朋友布丁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布丁怎么了？星之冠，好可爱哦，刚刚那个我是女生也好可爱哦，怎么出新的版本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人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好了，我有放了。布丁没怎么了，什么东西？布丁今天生日啊，
没听过坏人，我老了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听过。没关系，我今天就听过了。昨天久违又看到布丁，对啊，真的，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布丁了？哈哈，我每个礼拜都会见他，是不是很羡慕？有啊，我们今天有见面，我有给他生日礼物哟。你们可以猜猜看，平时很漂亮，但说话又像小孩。成熟，你说布丁吗？我就几个，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好几个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也有给布丁生日礼物，我知道他有说。你们猜我给他什么东西？布丁狗，没错的，什么东西呢？布丁狗的什么？闪光弹放的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看这闪光弹放的，这什么意思？抱枕不是，贴纸不是，玩偶 no， 擦擦，不是不是，爹爹错了，是关于，好吧，那我直接说好了，不是茶壶，是那个护手霜。就是握手会啊，之后如果有握手会，我就会请他擦布丁狗的护手霜，这样子就是布丁狗。我记得之前在那个握手会的时候，然后我刚好那天有带护手霜，然后大家都跟我借护手霜。对啊，布丁狗有出护手霜，对，真的超可爱的，我看到就一定要买给佳玉，我好久之前就帮他买好。竟然没有想到吧，我还想到你们耶，擦完就应该不是，就只是布丁狗外形的。你好，我来了，嗨，今日生 Hello， 今天会直播到四点。雨薇，雨薇，熊妹你来了， 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Hello， 熊妹 ，Hello， 擦完布丁味也是蛮，不是布丁味，应该不是，不能送纸箱哦。你们是不是有规定什么东西不能送，什么可以送呀？其实我不太清楚。谢谢手滑哥，越来越长，我有剪了耶，很长吗？谢谢手滑哥送真情告白。刘海有很长吗？化妆品哦，化妆品不能送，应该什么食物那些应该也都不能送对吧？应该都不行，就是可以送娃娃之类的。等一下要去上课，先来跟你问候，加油，你也加油，上课要加油。以上吃的喝的，哦，蛮多东西不能送，哦，是这样。很想送粉红色的口红给你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买粉红色的口红。跟擦东西都不行哦，应该是跟随着那个日本的规定对吧？应该是这样。紫萱午安 ，Hello， 午安。我等一下，3000以上太贵了，就不用，没关系，这样子太贵了。贴身衣物也不行哦，真的？你是可是之前那个 T 恤那种可以吗？我记得好像有送我 T 恤对吧？那个应该可以吧？就是那种贴身的不行 ，OK， 有电池的也不行哦。哦，还有人要点歌吗？那个坏人已经没了。哦哦哦，我懂了，卡丘懂了。哪家护手霜好用？你们要点歌吗？飘向北方 ，OK， 飘向这个我就有听过了，这个我有听过，有我有听过。Hello， 吃的也不行，对，吃的应该不行，因为可能到我们手上都要经过那个检查，然后才能给我们，所以就会一些时间。
点佛系少女哦 ，OK， 我等一下点，我很喜欢她耶，佛系少女的那个唱的歌，那个叫什么佛，哎呦，我忘记她名字，反正她长得很漂亮。iPhone 给你，不用不用，太贵重了，真的，这太贵重了，不行不行。点一千个晚上，哎，晚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OK。告知，谢谢告知，有什么告知吗？你说不能送的东西吗？新来的朋友，欢迎追踪我的 IG。哎，哎，消失了，消失了，完蛋了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完蛋了，我没有拿过来哦。嗯，好了，没关系，我的 IG 名称就叫做。AKB48， 哎，不对啦 ，Annie， 然后 AKB48 Team TP， 什么东东，就是那个 IG 的那个标识，没关系 ，IG 版本都消失，我奇怪了耶，我刚刚有拿过来呀、啊，可能为什么它消失了？好啦，没关系啦，没有关系的。Annie AKB48， 杨若如，你的 N 多打了一个，你多打了一个 N， 你要怎么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打那么多 N 啊？多打了一个 N 了，我变成 Annie， 板板离家出走，对，他离家出走了，他不要我了，你是不是不小心多按了一个 N 呢？啊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记得这件衣服？有吗？有吗？你们有记得吗？这件衣服 ，Annie AKB48 Team TP， 你跟布丁我都追踪了，谢谢金日升。没关系，我要有点印象，有吗？有吗？想一下，在我的 Instagram 有出现过，给点提示，跟成员拍照。跟成员拍照的照片，昨天我好害怕我呀，昨天好害怕我，多按一个 N， 一定是从 Purin 那边跑过来的，哦，聪明，这个不错，不是跟嘉玉的合照，不不不，不是不是，错错错，我的 Instagram 不止跟嘉玉拍照呀，还有跟我。的偶像啊，偶像那个，对啦，小迪啦 ，Lowly， 厉害厉害，小迪没错，就是小迪，小迪姐姐真的超可爱的，受不了，哦，小迪真的好可爱啊，小迪，对对对，小迪没错，小迪真的超可爱，我觉得我就看着他的脸，我就很幸福了。对不对？你们不觉得吗？你们只要看到小迪姐姐的脸，然后就好幸福，好可爱，真的超可爱的。有啊有啊，有的有的。午安安 ，Hello， 午安。看着子萱我也很幸福，真的吗？有吗有吗？跟我看着你的脸时一样，真的有。这样很棒耶，我都没有，之前都没想过，就是会有人看着我的脸会很幸福，这样好棒哟，感觉好棒，真的超棒的，因为我以前就是我都会追粉，就是我是粉丝，以前我就是会追很多偶像啊，因为就觉得他们很厉害，我就会追，然后就觉得看着他们就很幸福，然后我现在竟然成为了。让别人看，然后觉得很幸福的人，感觉就很棒。子萱跟小迪一样，好可爱。谢谢你，陈又英，谢谢。还有人要点歌吗？我记得刚刚是不是有点什么？哎，好好好，没关系，就继续放我喜欢的歌。如果你们要点，再跟我说。以前也是追星，没有到很追，就是会看 YouTube 呀，或是哦，我会买专辑。啊，对对对，佛系少女，对不起，我的脑袋有点问题，佛系少女，
好的，这首歌超可爱的，真的，我也很喜欢他的歌。我觉得他翻唱很多人的歌，然后那个音乐都很好听，真的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也可以来翻唱歌耶。有机会的话。子萱还在这里，谢谢你们，有你们才会有我呀。昨天手滑哥在生日会看成员也很幸福的脸，哈，手滑哥，你昨天怎么了？会考完可以当个环节，哦，也是可以呀，可以的。有子萱才有我们，有你们才会有子萱，这样子错了，那个方向错了。我哪有？手滑哥，你要反驳一下吗？我只有一直看布丁，我觉得看布丁跳舞也那个跳舞啊，或是看着他都会很幸福。当子萱的间谍 ，spy， 耶，蓝，你是我的 spy， 是子萱在这，我才在这里呀。好像有还有一个可以子萱长大会开始吃醋喽，还好啦。对啊，你之前不是说什么要，就是要我弹钢琴对吧？应该是这样吧。有子萱吧，跟子萱骂才有子萱，没错、哦。看布丁的，好 ，OK， 我跟布丁都是金牛座，还有可爱安妮萱公主陪伴，真是太幸福了。我有你们的陪伴也是太幸福了。我喜欢这种类型的歌，就是听了会很轻松的歌，你们喜欢吗？今天有空了呀，有空什么？有空什么？你现在是在说什么？等你会考，请你弹钢琴，先专心准备会考。好的 ，OK。弹琴，对啊，就是我会考后再弹琴，你知道吗？我会弹琴。夜兰弹钢琴，然后拉小提琴，我也喜欢轻快，我也喜欢，就是听了就会很放松心情的那种，很棒，就是听音乐就是拿来放松的、啊。我也喜欢听古典乐，古典乐你们喜欢吗？我喜欢听小提琴啊，或钢琴那种，或是笛子我也都很喜欢。很多人去那个叫什么音乐会啊。就是音乐听听音乐，然后就会睡着，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会睡着，你就会整个融入在那个音乐里面呀。过海上钢琴师吗？没有诶、欸、我没有诶、欸、我的那个知识太少了，我太笨了。音乐美少女，不，没有美，没有美。啊、哦，我有看《交响情人梦》，我看了好多次哦。我看了很多，真的，我看好多次《交响情人梦》。没歌词哦，对，就是我也是会看那首歌的类型，有些音乐我也是就是没有很喜欢，但是还是会听。但是有些那种古典乐就是一听你就会，哇，这真的超好听那种。当时很喜欢第五集的蓝色狂想曲，我忘记了蓝色，我可以放哦，我先听这首歌好了，这首歌好好听哦。校园爱情吗？对，没有啦，之前是我的音乐老师就是觉得那部戏很好，然后就跟我爸跟我妈妈推荐，然后我们家就一起看这部剧。跟周公讨论音乐，所以你就是去音乐厅睡着的那种对吧？小清新变奏，我好像之前弹过小清新变奏曲，小时候有弹过。周公对，去下象棋了对吧？是睡着睡得很熟吗？也会编织一个故事吗？哦，我会耶，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会整个就是想到那个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梦周公，看懂了看懂了，我一开始就懂了。哎呀，
古典乐最近都听小提琴 solo， 所以也期待子萱的。可以的，之后有时间我就会练。OK 的。OK。可以可以接我的梗，不错，因为我们学校也会说你去孟州公楼这种，就是所以我会知道。我其实以前不知道，然后听到一次，然后我就问同学那什么意思，他就说哦睡觉的意思，哦我就懂。看剧觉得音乐系的好厉害，原来只靠曲谱也有故事，对，真的很厉害。木星曲我没有听过耶。啊对，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说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哦，就是不太 OK 的事情，跟你们说哟。好哟，跟你们说，就是我从下礼拜跟下下礼拜都不会直播，然后到会考后我会补齐那六个小时，就是没有直播的那六个小时。OK 吗？好 ，OK。我会就梦到子萱，了解了 ，OK。可以吗？可以 ，OK。好，就是对，上次有听到了 ，OK。我会想念你的，我也会想念你们的，没关系，我在会考后的会补齐那六个小时的，我会满足你们的。到会考后才，对，没错。瑞婷 ，Hello， 瑞婷，我习惯了独处。手滑哥，不要躲在墙角画圈圈。是瑞婷，对，瑞婷 ，Hello。没有直播，换个方式帮你加油 ，OK， 好的，要帮我加油哦，要帮我会考那天5月18要帮我加油。然后我就会感应到你们的加油声，就会跑得很好。我在想我要吃什么，我帮你想一下。我们刚刚练完舞嘛，就去吃个冰好了。我今天一直很想吃冰。对啊，瑞婷也是国三生，也要考会考。大家要帮我们，对，要帮我们大家一起加油。就是在5月17号的晚上就开始祈祷，就说安妮轩、布丁、瑞婷兄妹的会考成绩一定要考好，这样子 ，OK。猜题会神准，对，就是会的都出，然后不会的都猜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一起去吃冰吧，一定不会差8块。你们这样子差8块。比较吃香，以后的演唱会可以 solo 小提琴，哎，感觉不错耶！我其实一直很想尝试电子小提琴。好，我没听过这首歌，放一下。考完可以狂欢一点，3小时直播找布丁，我有想过，到时候再给你们一个 surprise，OK、okay。随身都带8块，可以跟阿 K 哦，可以啊，可是阿 K 好厉害哦，这样子我会跟不上他的那个速度。对，真的，现在有中空的哎，我真的好想要买一台电子小提琴，超级想要，真的好漂亮，还有那种纯白的小提琴，然后中空，那真的超美的，真的。可以找布丁，可以啊，我没有讨论了，应该会。粉红色也喜欢，但是我觉得电子琴就是要白色或是黑色，很帅气的感觉。看八演唱会就有成 solo 一段，感觉拉屎都会粉红色也不错，粉红色很可爱。之后有机会再去想想看。合作，对啊，小提琴跟钢琴，可以，有机会的话可以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满足大家的心愿。对，我也想要白色的电子琴哦，啊，你说钢琴也不错，小提琴，你们觉得如果要买的话要什么颜色呀？晚安，午安，讲错了，午安，大家午安，我今天会直播到4点。
粉红色，粉红色不错，但是我怕我会看腻。像我衣服啊比较少粉红色，就是因为我都是配件粉红色，因为我是很容易看腻那个东西的那种人，所以我会先把，假如我觉得哦这用太久，我就会把它收起来，然后过一阵子再拿出来，就很像新的那种感觉。咖啡色哦也是，可是咖啡色就不太像电子琴，咖啡色就是一般的小提琴那样。感觉纯白，对啊，哦，紫萱也偏白，我也想要白色或浅蓝搭配梦幻配色，我喜欢浅紫跟浅粉红的那种渐层，超美的。那我最爱的蓝色，蓝色也可以啊，我很喜欢深蓝色，我觉得深蓝色有一种那种很气质的感觉，所以我的衣服也蛮多深蓝色，还有白色，白色也是就是比较仙气，是仙气的感觉。黑白我也喜欢哦，我都喜欢，怎么办？这个喜欢什么都要，只要是可爱都可以。深蓝色 navy 我喜欢深蓝，我还喜欢灰色，我喜欢好多颜色，但是第一名是粉红色，但是粉红色我只会用在配件上面。就假如今天夹子夹粉红色，但是我比较少穿衣服会穿粉红色那种。紫萱加50分，为什么要加50分呢？鹅黄派，鹅黄，哎，这应该不算鹅黄，鹅黄还要再亮一点。我也喜欢鹅黄，其实我蛮适合穿鹅黄，我妈妈每次看到我穿鹅黄都觉得我变白了。噔噔，白色跟黄色，这就是我们数位单曲的配色呀，黄色跟白色，这是我穿的衣服的配色耶，衣服深色系，灰色，灰色我也是，我的衣服最多就是黑白灰深蓝，传统就是黄色，对，今天上日文课，会考后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会考后见。最后单曲我只有绿色影响，不不不，我们的衣服是白色加黄色，我是穿黄色衬衫配白色短裙，裤子也太短了，对对对，真的我也觉得好短哟，真的蛮短的。绿草地鞋子是自己，对对对，是我自己的，跟握手会是同一个。短裙真的很短，超短的，那个腿就几乎都露出来了。娃娃兵，我要去上课了，安妮轩拜拜，拜拜金日升，日升日升，拜拜。衣服是公司提供，鞋子自己带，衣服也是我们自己的，不一定诶，像我是我自己的，有些不是，不过好美，果然是我，对对对，是握手会的时候，没有错，你没有看错。撩妹跳路，草莓酱又来撩妹了吗？草莓酱，草莓酱，衣服是自己，我的是自己的，但有些人是公司的，我不太清楚哪些人是公司的。紫萱安安 ，Hello， 小贤 ，Hello。今天是我在会考前最后一次直播了，我觉得紫萱衣服很适合你，我的衣服就差不多那种类型，我喜欢穿有衬衫的感觉，因为我的肩膀比较窄，然后有点斜，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比较适合穿衬衫。那张照片出来，我惊艳呆了。为什么？你是觉得我腿很短吗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偶尔想看深蓝衬衫比较文静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穿衬衫。背书包都用右肩吗？没有哎，我是双肩的。惊艳，惊艳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紫萱腿很长呀，
还好啦，没有到那种尬长那种。腿短怎么会用经验？就是，其实我腿没有很长啦，那是视觉效果，因为是楼梯间，所以你的腿伸下去哦。我教你们怎么拍照，就是你坐在楼梯上，然后把脚，然后把它伸得很长，你的腿看起来就会很长了，真的。照片看起来就很漂亮，没有没有没有很漂亮，没有 ，no。视觉，对对对，真的真的，你在楼梯上拍照就是腿会很长那种，你们可以去试试看。在楼梯拍照，你的腿就会突然变两倍长，超级超级厉害。其他五人谁的腿好看呢？大家的腿都很漂亮的，平常都不文静，我不文静，好，我最近是有点活泼了，好吧，我要来回归我的文静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文静了，我要文静一点了。开始文静 ，start。我觉得很漂亮，谢谢你啦，卡丘。只需要活泼才好，我觉得我好像越来越活泼了。两位阿姨婶婶一起拍照，感觉如何？他又跳掉了，好尴尬。他竟然跳掉了，大家快点回来吧，回来回来，他跳掉了，好奇怪哦，我的手机是不是真的有问题？我就直接开了新的，可是这样子好像时速不算，好，没关系，继续聊天，直接关机。对啊，没有关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很奇怪，我的手机坏掉了，它都会自己跳掉，这样子不行。噔噔。等哇哇，手机要拿，我是用那个大陆的牌子，就是那个美图专门拍照的手机。我是用那个专门，应该自己跳掉，对对对，我跳掉了。不是不是，我是美图。一个很少人会用的手机，但是就是不是 OPPO， 就是专门拍照的手机，就是很像相机，拍出来就是比较清晰那种。美图除了拍照之外，其他都不怎么样。对，但是就是我就是要拍照，所以我才会想买这台手机。可以可以，我可以换手机，如果那个你再去捡。我在你们家楼下丢手机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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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办卡后可以换。可是我还是想买美图耶，我觉得美图拍照真的比较好看。你们看我的 Instagram 啊，我真的觉得我用美图拍照比较好看。那我的脸适合用美图拍照，可是美图手机寿命很短，拍照也不差。我知道，我有试过，因为不能送手机，只能这样丢到公司楼下。我也在考虑我要买什么手机。你丢的时候我讲，我去捡。结果都不是我捡，结果都是粉丝去捡了。粉粉重开，美图手机不好，对，我刚刚重开，它跳掉了，真的不好。但是可是它拍照就好好看呀，它真的拍照很好看。而且我觉得那个 iPhone 的手机是不是很多软体都不能下载？这样子不行，我都会下载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我觉得哦。我觉得我的手机最近会跑很慢，是因为我的照片太多张了。我的照片已经有10000多张了。对，就是我就是因为会拍照啊，所以手机帮助你拍得好。不是真的，我拿同学手机拍起来就不好看。果粉的心。
对不起，我没有要伤你们的心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，比如就是我会下载什么减肥，减肥的软体呀、啊，然后就我也都没打开它过，我就是很浪费记忆体的那种人，我手机应该是10000多张，对，等待，对，我有好多可以发文哟。对，其实 iPhone 比较安全，因为它会帮你先检验过。我就是那种乱下载的那种人，很喜欢就看那个滑那个什么 Play 商店呀、啊，然后就这个感觉不错哟，然后我就下载，怎么拍都好看，没有。真的折中就买 iPad， 我们家有 iPad， 但是 iPad 这样带出去太不方便了。安卓手机自由度高，但危险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也在考虑，自己修一下就好。可是我觉得美图就是不用修就很漂亮啊，因为它的那什么锐角啊、锐角画、啊、或是什么色的颜色都会很好看。iPhone 直播用，我没有那么有钱啦，没有买大陆的手机。对啊，好多人都这样说。哎呦喂，好吧，会考准备的如何呢？在努力中，我在努力中，等一下就要去读书了。卡丘正解。我看手滑机和手滑哥会送，没关系，不叫爸爸买，讲一下，不行这样，那个一台手机就够了，20天，没有几了，剩20天，我来送皇冠 ，OK， 什么要什么姿势，快，姿势。OK， 倒数20天，被警告了。什么被警告了？什么被警告了？都可以，紫萱白什么？祝我们会考能一起加油。好的，大家一起加油，所有会考生一定要不会的都猜中，然后会的都考出来。没错，我们要抱持着这个原则。是不是妈妈说要买新手机给你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你说我刚刚看，没有，那只是因为，就是我现在在盘腿坐，然后我们家沙发是白色的嘛，所以不能这样。考场在哪里？这个就不方便说了，在台北市，但是不方便说。我剩下的心之冠要等到你要拜拜的时候再丢。好的。OK， 原来是被念，没关系的。爱的目光锁定你，我等一下来放一首歌，那个，等我一下要找歌，那叫什么？我看。我想一下，那个叫什么啊？有一首歌，歌词是什么什么？眼里都是，心里都是，全部都是你。那首歌叫什么？好，我去。对啊，我刚刚重开了，因为它刚刚突然跳掉，所以我重开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有一首歌的歌词是叫做什么？我的眼里都是，心里都是，全部都是你。那首歌叫什么呀？紫萱会考加油，好的，我会加油的。全部都是你，好聪明，看一下哟。浪最近很不稳，是浪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呀、啊？其实我不知道耶。全部都是紫萱，我超喜欢这首歌的，你们听，
好好听哦，很好听。我是自修，自修。拜拜，拜拜，读书加油，加油，读书要加油。好听，好听。我们来欣赏音乐，好，不行不行，我们继续聊天。哦，对，我的歌单，对耶，你们是不是有点听腻了？我的那个恬静你心很好听耶。好，我再多加一个歌单好了，让你们有别的音乐可以听，蛮有趣，真的很好。这首歌很甜的一首歌，就是一个很像，大概是那种比较霸道的男生吧，然后再唱给女生听的感觉。哦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歌单不用急，没关系，好的，没关系，如果有空闲时间我再帮你们用歌单。好听，好听。子萱的声音我也听不腻呀。真的吗？其实我们是不是人都听不出自己真正的声音？就是我其实我真的我自己听我自己的声音是觉得蛮低的，然后我同学都说我的声音很高，我不知道诶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霸道男生吗？就是偶像剧看多了都会这样。就是不是那种特别霸道，就是我喜欢那种高冷型男，然后又想喜欢暖男，我都喜欢，都喜欢，都喜欢。那是因为看那个偶像剧，但是我遇不到那种东西，所以不用想太多，我都这样跟自己说。我也会被我同学打枪，很沉稳，自己录音怎么这么平？真的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我当高冷暖男。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共鸣点不一样，所以自己听不到。对，真的，所以我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很低沉呀，但其实真的蛮低的，我觉得我录音听起来也是蛮低的，可能已经快要沙哑了。霸道总裁，那你们喜欢怎么样的女生呀？可冷可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，可冷可暖，就是这样，没有错，就是该霸道的时候要霸道，然后该暖的时候要暖，温柔可爱，跟子萱一样的女生，子萱这样，子萱这样，哦，你们会哦，只喜欢像我这样的。我是怎么样的、啊、就是比较活泼一点的吗？我想我很想自己很低音，但是讲话唱歌都很高音。我是觉得我还好，我没有到很高，然后声音就是比较中性化吧，大概是这样吧，我也不知道耶，我听不出来自己的声音怎样。你们喜欢的是可爱的女生，嗯，其实当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，什么都可以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小女生，有吗？以后就有机会听到吧。对，没错。当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，什么都对了。真不错，我说了一句很棒的话。对对对，喜欢子萱这句话，对吧对吧，我说的很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像遇到你之后，缺点都变，对，没错，我说对了一句话了。布丁真的很漂亮，对，布丁真的很漂亮。子萱，我喜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就是喜欢子萱这种可爱的女生，谢谢你们。但是有时候我会有点那种，就是自嗨倾向，我觉得可能是读书压力大，就会突然有点自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可爱的女生，
谢谢你们啦，谢谢。不要耍小女生，至少子萱不会耍，随便耍小女生比起，哦，我比较不会，我就觉得，嗯，自己会做的事情自己做就好那种，嗯，可是其实我以前就是很爱，就是我哭点很低，但是我一直很怕被别人说什么东西，然后我现在就克制自己的哭点不要太低，可是我不是故意要哭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真的会哭出来，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爱哭，对对对，我在克制中，就是我的哭点真的很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天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感情太浓厚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之前我国文老师啊，就是说我比较适合写那种抒情文，就是因为我写作文都是很带感情的那种，所以我不会写，我不太会写论说文。拜托，这次会考出抒情文吧，拜托。因为我比较会写抒情，我不太会写论说文。会有子萱吗？我不知道耶，问他，跟他讨论一下好了。我比较感性。宋虫，为什么要宋虫？核弹吗？啦啦啦，怎么了怎么了？你们在啦啦啦什么？布丁感觉比较安静。布丁吗？我觉得我跟布丁的个性就是有点像，就是跟熟悉的人就是很疯那种，就是会一直讲话，但是在就是比较不熟悉的环境下会比较安静，因为就是比较怕水，有被布丁，我们都会啊，就是假如我在吃东西呢，就哎你要吃吗？就给他吃，你们很羡慕是不是？以后真的没有握手会，没有握手会的话，我就送火箭。OK， 谢谢你，手滑哥。有被布丁握，有。布丁互动比较少，还不太熟悉布丁耶。对，等之后他有直播就可以了。羡慕布丁，你们应该要羡慕我呀，我可以喂布丁耶。想要让你喂，哎呦你们这个。杨杰昨天开始不羡慕了，为什么不羡慕了？羡慕，哈哈，两边都羡慕，都要羡慕一下。我比较想让子萱喂，当然羡慕佳玉啊，想让我喂你们吗？好，我喂爱心给你们，要接受哟，你们要接受我的爱心，送你们。子萱复活节带你画几颗，一颗吧，我记得我好像画一颗，接收了吗？你们接收到我的爱心了吗？收到了。要好好保存哟，两颗的话我就填子萱，应该是一颗吧，我记得好像是被布丁喂，真可恶。哦，原来杨杰被布丁喂，现在应该很开心对吧，不想吃饭了对不对？要跟手滑哥抢了，我记得好像是，但是我没有很确定耶。哦，对不起，啊，好可爱的音乐哦。你们要抢了吗？不要打架哦，不要打架，好好沟通就好了。还被喂到要闪退布丁了，快去闪退布丁，杨姐，快去闪退布丁，布丁真的很值得你闪退，他很可爱。有什么想讲的话没讲到？就是呢，对，我这下两个礼拜都不会直播，然后一定要好好期待我们5月19号的联谊哦，我会准时出现在你们面前的。当什么啦？好哟，我会准时出现在你们面前，好好的跟你们联谊，耶、yeah. ，
然后还有什么呀？然后就很谢谢你们这么支持我吧，我会回来的啦，我不是不会回来直播，我还是会回来，只是会考后才会回来直播。迎接考完的你，没错，考完的我，我会笑得很灿烂的。子萱也要加油，祝你考试顺利。好的哦，大家要帮我们祈祷哦，要帮我们祈祷。默默的想着。哦，考不了北一女，不要对我期望那么高，拜托。真的没有那么厉害，真的没那么厉害。穿粉红包装吗？哎，这不错耶，都可以，看你。祝子萱考试顺利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好的，穿粉红包装可以啊，这样很可爱耶。还是你要穿那个小埋装，小埋装也很可爱。小埋装，粉红包也可以啦。可是小埋装比较可爱，你可以尝试穿小埋的呀，小埋的音。景美也可以耶，我也在思考我要考什么学校，最近应该会想要考，我也不知道耶。小埋是什么？小埋就是那个我家有个鱼干妹那一部那个动漫，然后那个女主角就是小埋，然后小埋缩小的时候鱼干妹，对，就会有那个很可爱的披风，超可爱的，真的。小埋鱼干妹挑战好高，那真的很可爱，那只是一个小披风。好啦，我没有强迫，没有，看你。哎，我们直播只剩两分钟了耶，未再问你，要缩小，手滑哥要缩小成小朋友，小朋友手滑哥，这是我们两个礼拜最后一次直播了，下次直播就是两个礼拜后了，送你新之冠，对，好，我准备好了，开始指定动作吧。哇，你总想要不一样的，先拿起去蛋，一次给孩子三种好处：一、好吃；刚刚断线，好像是耶，我也不确定，好难过哦，我也不知道耶。好，我整理一下头发，没有心智冠了，好，没关系，还是可以继续。OK， 又宕机，没关系的，好险我的直播快结束了，时间限制没办法延长了，对，时数不够，有点感伤，不要难过，我两个礼拜后就回来了，实际见面，对，而且5月19号是面对面见面哦，就这样子会让你们更期待，对不对？这样不错，太快哦。哦，对，截图会让你宕机，真的。要期待5月19跟最第一次直播，要等我回来哟，真的要等我回来哟，要跟你们说拜拜了，拜拜。为什么现在歌那么感伤？现在歌好感伤哟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哦。拜拜，真的好感伤的感觉，因为两周看不到，不要太难过，我会想你们的，你们要想我哟，拜拜。